这是一个社会学游戏。如果你有持续学习功课以外的特长并达到一定的水平，请前进一步。如果你的家长有能力辅导你的功课，请前进一步。如果你的生日很多时候会一个人度过，后退一步。如果你觉得你的家庭幸福和睦，前进一步。如果你经常感到自己需要为学习以外的事情而忙碌且苦恼，后退一步。现在看看你们前后左右。你曾经是一个教师，现在重回教育领域，想重振旗鼓大干一场，这个一点都不奇怪。但是我得提醒你，教学可以实验，学生不可以实验。老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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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还从来没说过你来明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你不是想逃离这个家庭吗？相信我，这是性价比最高、试错成本最低的操作。考虑一下，你要带着一帮年级倒数一年之内上清的，你这不光是在忽悠学生，更是在侮辱老师。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吗？你为什么要来十一班啊？你为什么要考一本呢？对，不甘心。哦，你说考上清北是逆天改命的唯一途径，但前提是他们能身心健康的走完这条路啊。喜不喜欢、愿不愿意这件事儿，只要是人，就一定有意义。不过我对你还是有点怀疑的。怀疑什么？人性。你确定我有这个东西吗？